소개하고 사과 물러나는데 韩国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ING 的辅助小明。然后今天赢了这场比赛的话，内心还是蛮开心的吧。虽然说接下来的路可能会有点远，也很难艰难，然后我们还是会尽力打好每一场比赛吧。我个人觉得索拉卡打风女都蛮不错的吧。我们队内的话，当时被翻盘嘛，因为那已经是事实了，所以我们互相鼓励打气吧，然后打好下一场，因为我们下一场能赢的。前面的话可能他们阵容前中期有优势，然后我们阵容有点乏力吧，但是我们只需要拖大龙不丢的话，等到中大后期我们是打团能赢他们的，所以我们就选择往后拖。跟 Fnatic 打的话，其实他们也蛮强的嘛，所以今天能这样战胜他们，我还是蛮开心的吧。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们犯失误的话，他们还是能战胜我们的，所以很庆幸今天没有犯什么大失误吧。我觉得他今天的表现还是满分吧，没有什么可挑剔的，因为他线上还有打团、都处理的蛮好。就第三把在别人推水晶塔之后被 Q 死那一波，我觉得他今天表现都满分的。上海的话，我在那边生活也两年了嘛，所以能回到上海，我第一个踏入社会的地方，我还是蛮开心的。然后我还是希望能在那边战胜 SKT 吧。
티그미미스피치미스피치미스피치이거어就是 Miss Peach 一个呢，就是他有说过，就是说能打败 SKT 的队伍的只有 RNG。我觉得并不只有 RNG 吧，其他队伍表现好一点的话还是有机会赢 SKT 的，但是前提是 SKT 那天会犯很多失误，如果他们是打波舞这种不犯失误的话，他们这个队我觉得也没什么特别队伍能很容易就轻松打败他们。然后就是要扮演 SKT 下楼去打比赛，那你觉得哪一点需要就是为主去提高那一点去打？我打他们的话，他们下路是很稳的嘛，所以我觉得线上的话并不是特别重要吧。打他们的话，我觉得中野可能会是一个制胜的关键吧，因为下路现在都是版本的下路，所以线上强不强势我觉得都没什么所谓。虽然说对他们胜率还是一个未知数吧，但是为了给自己加信心，还是打60吧。虽然说英雄联盟所有这次参赛所有队伍都想走到最终点吧，但是还是得看着眼前吧，因为眼前还有一座大山还没翻过去，所以还是要努力的去翻越这座大山才能走到那里。你前面第一句说是什么的哪几个队？我说所有参赛队伍都想要。希望明天 W 取得好成绩，也希望明天战胜队伍，跟我们携手进回上海新四强。谢谢粉丝一直的支持吧，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也有很多动力，然后也听到一些呼喊声也是蛮开心的，所以谢谢你们到这里为我们应援加油。好了，最后再照个墙。OK， 这个拿掉。最后你说的那句话。